你给他看看啊，拍拍赶紧走。好，谢谢。设计师的一个创意。你想要车祸？你一直要走错，你想要走去哪里？各种人都想要一起跟你穿越奇怪的马路。先被撞，然后再来撞。啊，那不是大家一起死哟！你看，大家都要穿越马路了，你看大家都在 jaywalk。这些都腊肠切片，看起来好猪肉。啊，它不是就是猪肉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不然它还可以切起来像鱼肉吗？也对啊。如此是四成真。摩托赛克，这是擦拭布吗？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。借过一下吗？借过一下，不是。借过就当做我们。你刚才真的不知道他是韩国店吗？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差不多2200块。2150，这个不是240。算了，换你算，2200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以为那个肉很便宜吗？什么？你以为肉很便宜吗？这个就800啦。什么？那我要全部退货是吧？妈，真的好笑。200元，扣掉它。这是虾米数学？精打细算大师。那就随便拿一瓶。太方便了，别送。起码来拍人足多，炸鸡每个人都觉得好吃。炸鸡吃到一个面回来，哎，你也觉得炸鸡好吃？好吃一两块吃一下。拜。下面再一个叉子。你要买便宜又贵的，就是。